过的风风雨雨，当然也遇到了很多的事情。如果跟着我一大段时间的人就会知道啊，但还是特别感谢你们今天能来到现场，然后也谢谢在屏幕前在看这一场直播的你们。今晚的演出也要接近尾声了，但是还是可以再待会儿的，还有几首歌没唱完。然后在那边呢，先祝大家新年快乐，好不好？新年快乐，因为还有十几天就要过新年了，祝大家新年快乐。我们待会儿呢，就是在屏幕上会有倒数三、二、一，然后你们就一起扔，好不好？你们都有写东西在里面吗？有，因为我们也有，看看谁能拿到我的。那我们就一起不落的。